Hello，今天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 FX 六八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卫。美国股市周一呢，延续跌势，三大股指都已经连跌四日了。 对于美联储更加鹰派的加息计划，市场仍在消化的过程中，和之前判断的很像，那就是在上周五放量下跌后，未来几天内很有可能会进入到缩量阴跌的过程。所以呢，投资者需要等待，观察一下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消化进程，以及更多的经济数据。在本周重磅的 GDP 和 PCE 物价指数到来之前，今天也有数据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由于房贷利率上升和建筑成本高企，美国房地产开发商的信心连续是十二个月下降，也就是 HMI 指数下降到了三十一，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还高达八十四，这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最长的下降周期。所以可以看出，当前环境下，人们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情绪正在持续升温。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那就是这次的 HMI 报告显示，这个指数的降幅创造了过去六个月以来的最小单月降幅。 或许在暗示建筑商信心可能已经接近底部，也体现在美国建筑商自四月份以来首次对未来的销售预期有所增加。那接下去就要关注的是本周即将公布的 GDP 和 PCE 物价指数，一个展现经济状况，一个展现通胀状况。如果 GDP 弱而 PCE 降的话，对于当前的投资情绪将是最好的结果。我们拭目以待吧。 个股方面呢，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迪士尼这只股票，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他们旗下的一个大作，也是被寄予厚望的，阔别了观众十三年之久的《阿凡达》续集《水之道》终于呢和全球观众正式见面了，但由于票房表现没有让人满意，从而导致股价今天是大跌接近百分之五。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看一看对于迪士尼来说，当初的大笔投入是否能够带来回报。 如果有关心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说，可能需要高达二十亿美元的票房才能算是成功的。 这是什么概念？今年以来最卖座的票房冠军呢是《壮志凌云二》，同样也是阔别多年、有着大量情怀和忠实粉丝的商业大作的续集。目前的总票房是接近十五亿美元，所以要达到二十亿美元，那确实是有难度的。当然，这次有着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支持，但考虑到现在的疫情局势不明朗，中国地区的票房如何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另外就是，即使达到二十亿美元，也无法说是再创辉煌，因为当初第一部《阿凡达》最终可是收获了接近三十亿美元，而且要知道的是，这里面很大部分的票房可是十三年以前了，可见当时是有多么的轰动。考虑到这是迪士尼将《阿凡达》这个 IP 收入麾下的第一部《阿凡达》电影，这一部和接下去的《阿凡达三》可以说是之后能不能有四和五的关键。 考虑到卡梅隆的脾气，缩减预算是不可能的。那能不能让迪士尼继续投入？唯有票房才是硬道理。在刚刚过去的首周末，《阿凡达二：水之道》的全球票房大约是四点三五亿美元。 光看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很好了，因为这已经令它进入到了今年全球票房的前十。其中周五北美首日票房是达到了五千三百万美元，相比零九年的《阿凡达》的首日票房二千六百七十万美元，几乎呢是翻了一倍。而最终呢，首周末北美票房达到了一点三四亿美元，同样表现不错。 不过呢，可惜没能达到迪士尼自己预期的1.35亿至1.5亿美元的目标，也令不少的机构开始下调总票房的预期。但我会觉得这样的成绩其实算是不错了。 可能有人会认为中国的票房同样不够惊艳，但实际上首周末这部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收入能够达到五千七百一十万美元的成绩已经够可以了。要知道的是，目前正好碰到中国全面放开，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敢去影院观看，所以呢，很多影院并没有出现爆满的情况。加上当初的《阿凡达》能够大火，和 IMAX 3D 的观影体验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从二零零九年之后，大量的 IMAX 和三 D 电影的涌现，已经令这样的体验变得没那么惊艳了。所以呢，在人们对于大片审美疲劳，同时这类大片普遍会遇到的剧情不足，以及呢中国市场并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能够在中国收获五千七百多万美元的票房，我会觉得不算差了。 当初第一部《阿凡达》的票房中，中国贡献了大约二点六五亿美元。考虑到短期内全球范围内呢，并没有同等级别的大作即将出现，而这次的上映时间在海外还有着圣诞和新年假期的加持，而中国则有着之后一月份的春节假期。随着全面放开后第一次疫情高峰的过去，除北美以外的全球市场，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呢，口碑分化严重以及特效审美疲劳，可能会增加《阿凡达水之道》的。 票房风险，但综合考虑下，我还是会看好二十亿美元的总票房目标，而这对于背后的迪士尼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因为漫威和星球大战呢，虽然已经是他们的成熟系列 IP，但随着近年来漫威电影在终局之战后有点冲高回落的迹象，同时呢，星球大战系列对于年轻观众的吸引力也有下滑。迪士尼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大 IP 来帮助，不仅是影视内容的补充，同时还是主题乐园以及周边产品的新的发展机会，尤其是主题乐园。 《阿凡达》的潘多拉世界运营的好的话，是有机会去媲美华纳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不仅能够给主题乐园的复苏带来新的助力，另外就是《阿凡达》故事的起源本身是人类投射自身意识到一个新的世界，这和时下大热的 ARVR 虚拟现实设备可以说是无缝连接的，因此开发更多的游戏体验和主题公园交互感受是有着独特优势的。 那对于迪士尼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持续的关注《阿凡达二：水之道》的票房成绩，看看能不能再现当初第一部出现的长期效应。毕竟第一部超过二十九亿美元的票房，也不是短时间内做到的。技术面上，迪士尼现在已经接近下一个关键支撑，一点六一八延伸位八十三点七三美元，短期内可以关注这里的支撑效果，守住的话，有望构筑一个不错的底部。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是加拿大的零售销售、美国的新屋开工，还有就是 API 原油库存报告。另外呢，在财报方面，明天可以关注一下 f u e l s a l e FedEx、Fed Ex, 耐克以及黑莓公司的财报，其中呢，FedEx 和耐克的财报是尤其重要的。原因呢，在于今天的直播节目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就是这两只股票和周期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和经济前景呢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判断一下他们在截止十一月底的这一个季度中的表现如何，以此呢可以观察到的是消费以及物流行业它们整体的表现如何。这对于判断经济前景呢，将带来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能。 能够给整个第四季度的财报季呢提供一个前瞻式的指引，从而呢对投资情绪带来重要的影响。所以呢，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他们两家公司在明天财报后公布的最新业绩。最后呢，要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 FX 六八加密货币与美股课程的专项讲座呢，将在温哥华时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至六点在列志文再度举行。欢迎发送邮件或者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加小助手留言报名。欢迎大家的到来。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尽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 FX 罗8的节目，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或者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 FX 罗巴财经 App。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